妈，你跟我爹出来啦！妈，妈，慧姐，你回来哦！啊，小公，你把我新卡电话跟我讲啦。好佳哉，我拄则有去市场买物件，你先坐一下。妈妈即马去煮啊，较澎湃的啊，咱做伙食。啊，唔免啦，妈，坐啦。嗯，我今日回来啊，嗯，唔是来找你食饭的，我是有足重要代志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我问你，之前慧君落海，警方唔是有找你去领遗体，迄间是啥物情形？这件代志哦已经过去啊，即马讲问是为虾米啊？你莫问遐济，你紧回答我。迄天就只有你去领，啊，你敢有确定？迄个人就是慧君啊？我唔是已经讲过啊？迄个遗体哦，被海水泡到规个拢烂去啊！迄个面哦，好鱼啊，夹到脆糊糊啦，而且佫肿到这么严重。哎呦，我那人生哦，搁看落去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会当确定的是哦，伊脚脚边啊，迄边啊，嘛有甲慧君同款的胎记呢。而且哦，伊的身材甲形体啊，嘛甲慧君生甲足像的，所以哦，应该是慧君碰着啦。所以你并无看清楚伊的面到底生做啥物模样，你只有确定伊脚脚边有胎记，还佮有伊的身材甲慧君足相像的，是无？就。迄个时阵，迄个面哦，已经被海水泡到变形啊！我是要哪看啦？而且，我若一想到慧君哦，是不落去哦，这么冷的海水内底哦，我的心内就感觉伤感的。迄个时阵，慧君确实是伫我个面头前跋落海个，而且冠廷毛确定过海边啊拢无别人。照理来讲，应该是无可能会有人甲伊救起来。那呢，我伫个餐厅看到迄个查某人到底是啥啊？慧姐，你是在想啥啦？是毋是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无你啥那会雄雄走回来啊？问这件代志啊！我甲朋友伫个餐厅食饭的时阵，伫个便所看到一个查某人，伊生甲就亲像慧君嘞。啊！而且伊搁伫个镜内面对我笑。那安尼你敢有问迄个人是啥啊？迄个时阵我规个人拢硬气啊，后来就无看到伊个人影。我搁伫个便所内面一间一间找呢，拢找无人。那呢？敢只是你家己认着人啊？啊，不过伫个镜内面看到伊个形影，真正要参照慧君的啊。哎呦，慧姐啊，无的卡是你伤过思量慧君啊，你才会出现幻觉啦。你最近哦？你是不是精神压力啊，伤大？我真正常，我只是想要来跟你确定，迄个时阵你去领遗体的时阵，敢确实是慧君？对，迄个时阵啊，我是真确定啦。不过啥？对，你哦，拄则安尼问我啦，啊，佮讲哦，你看到一个较慧君哦，生甲足像的查某囡仔啦。所以我这么在想哦，敢会是哦？迄个时阵是我认着人，嘛不得靠慧君无死，还佮活嘞。妈，你可袂当骂我袂讲生笑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怎么这样要激动啊？我只是哦，我哪有可能啊？又提个慧君的代志都讲生笑啦？我只是在摇哦，是不是真正有这种可能？你一下讲是，一下讲唔是，你是要甲我逼到气笑是无啊？唔是啦，好啦，就算讲是妈妈糊涂认着人啦，啊不过那是真正是慧君无死，伊真正活嘞，安尼嘛是一件好代志啊。那你啥那这么生气啊你？慧君无可能搁活嘞啊，我明明就看到伊，你看到啥？无啥。慧姐，你袂使问妈妈吗？
你跟我老实讲，你是安那这么肯定，慧君就是死啊？当时慧君跌落海的时阵，你嘛伫在现场，是你亲目睭看到？我哪有可能看到啊？慧君是被掠走的，敢讲你袂记得啊？而且对方佫打电话来讨赎金呢。后来，伊是安怎会把伊送落海？警方嘛查无啊，哪有可能知影是甚物情形？对啊，你安尼讲嘛对啦。是讲哦，慧君啊，是甲真正足冤枉的。迄个哦，伤害慧君的绑匪啊，真正毋是人呢。伊竟然哦，伤害哦，这么有辜的查某囡仔。伊哦就应该落去啊，十八层的地下啦，上刀山下油锅啦，就是应该把伊这么搞，生不如死啊，真是。好啊，兰妈，你莫再讲啊。慧姐啊，是讲你拄则讲的迄个餐厅伫底？你要创啥？我就是在想哦。咱母仔应该去啊餐厅走一撮啦，无去看吼，你伫镜中哦看到迄个对你笑的迄查某囡仔，就是慧君啊。妈，你干嘛卖个闹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讲真实的啦。无去看是慧君啊，死板不冤客，所以才出现伫你的面头前，就是要拜托你要替伊报仇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看到的是鬼？什么鬼啦？讲到这么歹听，就是讲哦，人哦在死了后哦，伊哦心内若是有啥物不完成的心愿呐，伊的亡魂哦就会伫世间哦安尼游走啊。我真不相信，这世间哪有可能有鬼啊？这世间哦，若真正无亡魂哦，那恁爸爸进前啊替人做法师啊，啊通灵，敢讲是做假的哦？你无听人讲过啊？善恶因果终有报啦。即卖唔那是哦，伤害慧君啊，迄个绑匪啊，一定着报应啦。咱两个嘛是啦，咱安尼哦，亏欠慧君遐尼济啦，够真对不起伊哦，实在是哦。妈，我干嘛人拜托你，卖每一个提起慧君的时阵，就讲咱有偌对不起伊。我知影我欠伊的，我后生一定会还的。你莫再安尼搞黑家，敢袂还钱啊？莫生气，莫生气啦！啊，咱拢莫讲，莫讲，莫讲啊！啊，对啦，查埔仔啊，你今仔日哦，是不是当留来食饭啦？若无妈妈即马去煮啊，你爱食的。哈，免啦，我要先回去啊。哈，这么紧哦？啊，你拄则才回来无偌久呢？啊，泡椅哦嘛无坐烧啦，你就要走哦？卖啦卖啦，乖查埔仔，你今仔就留落来陪哦，妈妈食饭好不？你看啦，咱这间厝啊，啊，即卖慧君已经走啊，啊，你爸爸搁住伊啊，你嘛搬去山顶住，厝内底就剩我一个人俩，我真正足孤单，足寂寞的呢，慧姐。妈，唔是我无想要陪伴你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我即摆就是丢家的查某孙啊！我总是爱对阿妈真孝心，而且迄个张明伦最近又搁甲我订条条，我若是较唔回去，伊又搁要甲我念啊！啊，你即摆已经哦，唔是摕着土地啊，你敢需要搁去别个因家每一个人？啊，总袂用个过桥就拆桥板啊！我阿妈。你莫想遐济，啊！我即马土地已经买啊，有钱啊。过一阵啊，我着去买一间搁较好诶厝，啊，甲装潢甲足气派，到时阵再搁叫你做伙来住，好不？好啊，这是恁带伊妈妈哟，袂得反悔哦。那伊妈妈着等我诶查埔仔，带我去住一大间诶厝哦，享福。好啦，妈，啊，若是无其他诶代志，我着先来啊。你家己好好保重啊，吼。好。好，谢你哈。啊，小姐，你也谢你哦。
拜拜。拜。